你是阻塞智齿导致牙龈发炎，我帮你清理一下，帮你上个消炎药。哎，你们诊所都不放点音乐，稍微舒缓一下情绪吗？我不叫哎，你姐跟你介绍过了，竞选的。不如不相识，记得干嘛？张开。既然不相识，你管我放不放音乐啊？头上来一点，嘴巴张开。对对对对，哦，最近这边突然开始痛，但我找不到到底是哪一颗牙齿，我在想有没有可能真的是我胃部引起的问题。我刚刚都跟你说了，你是阻塞智齿导致的牙龈发炎，你是听不懂还是怎么样？可是就是有可能啊。Crohexidine。哎，你要干嘛？在打针哦。这个是清洁消炎用的，嘴巴张开。今天就先这样，到时候到楼下帮你约个回诊。起来漱口一下。你现在左边后面的智齿是水平成长的，这边是牙齿面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就要动手术拔除。地震，苹果，把门打开。地震呢？啊！啊！啊！你压到我手，抱歉。院长，你还好吗？你没事吧？你把他带到楼下。地震！地震！你们要怎样？白先生，这边。不好意思。